让我们一起来敬拜。亲爱的十架救主，我们尊崇你，因为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，为基督了。除你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，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Thank you.
全心付出，快乐无比，天堂的荣耀现在我心里，天使在星星永远降临，双方主为你诉说主啊，这是我心愿你荣耀中
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、祷告、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，在此处所献的祷告。愿属神的子民，我们一起说：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阿门。